有一种快乐叫做分享，为了让更生人感受到社会关心，拿出勇气登到社会。由中华地检署、台湾更生保护会中华分会，在中华县政府中正的广场举办分享爱、幸运草市集和快乐送活动，邀请大家做伙分享爱、分享幸福。第73届更生保护节就要来到，中华地检署和台湾更生保护协会为了要让更生人感受到社会关心，并且表扬日常产物和服务，借由更生保护团体和个人，所以结合将近20个更生朋友或者是产店单位，举办幸运草市集，提供民众多元的体验。台湾高检署检察长表示，这场活动让更生人会当用家己的力量走出社会。更生啊，这个市集也是我们一般称的叫做幸运草市集，还有呢啊这个啊快乐送的这个活动。那最重要就是要让我们更生人他助力更生之后，他呢这个的产品呢能够来这边呢展现出来呢，让社会啊这个知道他们靠自己的劳力，靠自己的努力，这个将他的收获、他的产品或是他的创新的东西呢展现出来，请大家呢来给大家捧场。啊，另外我们也啊这个表扬呢啊这个对我们这个更生推动我们更生保护呢有功的啊这个啊社会人士啦、啊，还有一些团体。我想更生的活动，它的目的就是要希望受刑人回归社会之后能够融入这个社会，融入社会最重要的，他必须要有工作。那因此，我们的矫正机关跟我们的更生的团体都希望这些受刑人出了社会之后，他有一技之长。今天的活动就是希望社会看到这些更生人他们的成果，大家都给他们支持，让他们归回这个社会，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的和谐。跟一般社会大众比起来，更生人甲伊的家庭更加显示出伊的平凡。曾经做唔到代志，人生会当有更新的机会，继续新的人生，佫较是不简单。所以透过即个活动，会当表达对更新连家伊的家庭中心的祝福佮期盼，看见平凡当中的幸福，生活当中的快乐，请大家给有心更新的人一个机会。新中华新闻，北平林中华采访报道。